今天是茶文化展，那这一个世贸茶文化展呢，我们在一个庄园型的一个店家所贩卖大吉岭茶。我们在，哦哟，不好意思挡到了，我们在 D829 是立彩蝶茶馆，对。啊，旁边还有什么？旁边是玉堂制茶厂，是翠峦最有名的五星级制茶厂，五星级卫生工厂。右边是饮茶人，是美国制茶厂，是你找洞顶乌龙茶、烘焙乌龙茶找他们就对了。那我们今天有什么呢？我们有来自于各个地方的庄园的茶香，还有我们的塔桑的庄园的照片。哦，那我们主要今天是有几款茶叶，哦，这一款是塔桑的 Flowery， 塔桑 Flowery 呢是克隆种的，它是 P312 跟高海拔的大吉这个大吉岭庄园里面的阿萨姆品种做出来的塔桑。这个 Nilgiri 有所谓的蓝山红茶的美誉，它是一个高海拔，在应该算是在印度南边的一个产地，以及 Besari 庄园。Besari 庄园呢，这个庄园其实很有名哦，是你知道的星巴克的指定用的庄园，一个是 CTC， 一个是品质更高一点的黄金阿萨姆。今天呢，还有是我们的这个大型的书，对，可以给各位这边参阅。那欢迎各位就来这个展场，若雨会泡茶给大家喝，我也会泡茶带给大家喝。好，今天大概就这样。那我要边介绍边直播了，对，所以你们就慢慢看吧。好，这样我就在这边，也就是在这边。好。所以现在做大壶茶厂，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剩十秒钟之后就出一次。所以大哥，那我简单给你介绍一下大吉岭。大吉岭在印度的中北方，从台北到台中山两千公尺的高山，它就是不大。然后呢，总共有87个庄，随便一个庄园就400公顷，400公顷覆盖面，大安森林公园或是台北公园不大。那你想要从台北到台中山，还是山大？不好意思哦，等一下你们的画面。八十公里，八十公里，接近1000。喝大吉岭茶最重要的就是呢，去认识你的庄园的风土滋味。那风土滋味是包括像季节上面的风土上面的滋味，对，风土上面的风土。所以春天的大吉岭像这种喝起来类似白葡萄酒的滋味，清新气质，不会带一点收敛性。可是收敛性是苦转甘，苦涩转甜，香醇的变化。那夏天的大吉岭比较浓郁，葡萄酒的滋味。所以就是呢，这什么大吉岭？大吉岭它是一年几产？一年四产，3到4产，没有冬产。因为呢，再过2个月，喜马拉雅山的风吹下去，它不会下雪，现在呢会到5度以下，就是植物生长的一个条件。所以呢，春天的茶其实喝它的本身的气味，因为它从每年的10月底一直到头年的2月，芽层慢慢放出来，所以内含物是最丰富。因此它在工艺上面。你看，在工艺上面就是保有这个糯米的完整度，所以你才可以喝到最纯正的茶味。好，所以很多以前的茶饮店都会采用高山茶，那么像什么大壶或是什么豆干茶，那你用盖碗冲泡的时候，那每一泡的香气、层次、滋味都会做出来。那像你们刚喝的这阿萨姆，比较很干净，因为毕竟是全世界最大的单一茶的产区，所以呢，浓度常温。所以呢，你会看到像我刚刚说的，不单上还是比较收益是什么？但是呢，就是欧盟的验证。然后呢，这验证而言呢，它是出口是1.53，没有任何补助的。对，马上被你们说反了，就是
你不是，我还是不会敲这个。发证书，他五个主笔，他是一年一次。敲一下。可是你想，这个庄你赚不到，他属于抽一个，抽一个地镜像，真的找不到镜像，每次找不到镜像，算了。那只要有，一点能要出来，所以二井庄园的茶都是有机的为主。那我们今天来的都是有机庄园茶，这等级都很高。我给你们看一下各种箱子哈，反正现在是这样。各种箱子是什么箱子？像是这刚刚讲的是尔利亚庄园的这个茶山的照片，以及你会看到塔山庄园。今天有两款茶都是来自于塔山庄园的这一块产地。我们呢还有所谓的季节方案，节气方案就是讲这样。其实可以购买到我们的所谓的节气茶，对，节气茶是一个月900是最划算的，以及一年它可以到差不多9800，然后可以每个月送一款茶给你。你看，这个是尔利亚庄园，就是刚刚这个尔利亚庄园，这一款是 Diamond。哎，有箱子，以及你看，如果是要真的这样进来了，才会有这么多的认证，包含了你看有青蛙，有大型的图鉴，大型图在这边，这个最大型图，啊这些认证都是要箱子才有。OK， 推荐你去拍拍看这些箱子，因为这些箱子在外面都非常的有名。这是台湾早期啊。很早前有，对，台湾以前有。对，你看我要替你们介绍哈，就是今天的这边呢都是大型的茶为主，然后也有一些硬座茶。那我们地彩店是专门在给大家喝一些有机的庄园茶，像今天的话，这个我若宇哥他现在泡这个是塔山庄园的 Flower， 是我们用高海拔的印度大吉的这个庄园，有一个阿大姆的品种，它种在高海拔1800左右，还有差不多1000公尺左右的 B312 是一个克隆种。配在一起是它带个花香，所以你可以闻看。那既然泡完的人，今天的茶点已经适合了。那这边还有几款呢，是来自于印度的庄园，像是这一个是 Bessery 的庄园，一个是重庆阿萨姆，一个是 CDC。这个庄园很有名啊，这庄园其实就是你知道的这个星巴克的指定用的庄园。星巴克都用这个庄园，在 New Delhi 这个庄园呢，它是在印度的南边，就是我这边应该有地图找一下，印度省其实有一个南边的一个地方叫 New Delhi， 那边的品质也是有机的，高海拔的一个庄园茶。小，今天喝到塔桑是在这边，在一个印度大型景区的这个最左边 Milk 城的地方，给你们看一个地图，你们可以知道它在哪里了。这个是整个的茶叶地图，印度在这边 ，New Delhi 它会在这个下面。还有一个放大一点的地图，这边，翻过了，因为重大主题产品，大型影视。这边呢，你就看到的是大印度地区，我们的好像有一个对，这边好，我们呢有喜马拉雅山，有尼泊尔，大吉岭就在这边。这边是一个孟加邦加尔各答是很多茶商聚集的地方。我们所知道的，刚刚讲到的这个 New Delhi 就是在这个地方。这两个 Bessery 庄园是在印度阿萨姆省，差不多在这个地方。今天呢，我们大型影这个小小的大型影就是这样，放大版在这边。那我们的茶有这边的，有这边的，有这边的，还有这个这边是一个斯里兰卡，对，都是国际的茶。那你有看到大型影其实有一个庄园认证，就是要进美国有这个，要进这个卫生的有这个。它这个大型产地认证是一定要从大吉岭出来的才有这样的认证哦，因为大部分你看到的外面跟你讲大吉岭茶，其实有80%以上都不是真正的庄园茶，它只是就跟
台湾有大鱼岭嘛，那大鱼周边都叫大鱼岭，很多就算是不是大鱼岭跟你讲大鱼岭，可是我们台湾现产地的在线做不够好，可是国外的产地在做得非常好，所以你看我们进来的箱子里面都有，这边旁边都有。如果是你是外面散的，绝对不会有这个 logo。这个箱子在外面的发市场，如果是去拍卖，都会过3000块。所以我们是最贵的装潢。如果你知道一箱一箱下来都是20万、30万，所以我们是价钱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60万装潢。对。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茶其实有优惠，就是单包的都是100克，就是 battery 跟这几个中年都是100克，是400块。小包的都是200块，有4两吨的是这个，对不对？就是半一两吨的这个，然后再来呢还有大约50克的是 flower， 它有两款印度大吉岭的庄园茶，其他的是印度省，就是阿萨姆省常见的，可以这个是很适合做像是波提奶茶，做水果茶，调配的柠檬茶都适合这些。那当然，这两支会纯饮，味道风味比较好，但风味不太接近，这比较有麦芽糖的香气。对，这支呢会比较沉稳，对，然后它单喝其实非常的舒服。这支跟另外一支 flower 是花香奔放，对，可以喝看。没有杯子的瓶子杯。这个是塔山，是我刚刚说的最右边的那一只 flower。好，这是印度大吉岭庄园，这个是塔山庄园的 flower， 就是最右边的那一只。它就是没有到完全发酵。国外的红茶跟台湾我们华人的认知的红茶不一样。我们华人所认知的红茶是红、黄、白、青、红、绿这个六大茶系，对不对？这个六大茶系是看颜色，可是国外是一个工业化的生产，它只要那套 SOP 好玩，它就是红茶。所以在国外，像是称茶的时候，因为那边是一个印度地区，是一个冷气、热气、雨气都会让你的高山地来记得。那个地方在冷气到热气的过程中，其实很寒的。我们在做茶是高海拔，做出来都是1800左右的海拔的时候，所以那边附近呢，它吹着喜马拉雅山的冷风，它的外室外的冷工厂的温度高才10度以下，六度都会有。这么冷的状况，它没办法发酵到那么红。但是这个后面这个，因为它在比较低纬度的地方，比较接近赤道，所以他们可以发酵这么多，可是做法时间是一样的。对，所以在国外大吉岭红茶是这套制法做完，它就是红茶。你要喝看这个吗？这味道会比较重，所以我先给你喝花香奔放的，再给你喝重一点。这个我觉得是 CP 值超高了，因为我自己都拿它做调配，一顶调酒，味道超好。因为它的厚实的质感，它加奶不会被吃掉，像这个加奶就不见了。对，这个就适合纯饮，这个适合调配。对，我们其实有批发。对，那批发的价格就不一定，因为它是有算量的，那差不多到3公斤以上才有小批发的。对，那批发价，像这个是我们很多的这个下午茶店，他们进贵吃，饮料店也有进，比较好一点，有好一点的饮料店。用的钱，绝对用的钱。这支饮料店，如果好一点的那种温馨饮料店，怎么样？像这种台中的有一种 Gate 啊，或者这种的有一些比较品质好一点、格调比较高的饮料店，会做起。那这个是一般饮料店应该就喝得起的。那这两个就比较要贵妇下午茶。大概价格带，像我们我先讲零售，因为一般要让它看起来亮。那零售的状况下，我们这个是100克，400块。对，100克，400块，这是零售的价格。对，那批发就看我们量大以后，我们再看这个价格的。
量比较最少，我们最少批发量就是3公斤，这就是台湾的6斤，但是就是小批发价格。那你要如果遇到我们3场就会到批发的量，那我们的价格就会越来越漂亮。对，但是你就拿这个东西玩笑，是如果像剩下的话，6斤。三十斤的话是台积在这里的，对，那算起来差不多是30斤的台积，差不多快二十公斤，也是18的概念，这样的概念就是300块的。对，因为大批发，我通常只卖到小批发，那就老板说了算。外面很多CDC你喝到都是那种 AA味，要明显不是，因为它从
它产品的方式就在于说，外面有太多种不同抗菌的技术，温度、湿度、数量差异的比例比较不同，像这些六月中心去做监控，都预备你的，要不然就去洗一下，再加热水，真的是这样层层叠叠加上，所以到底的话，也很轻易可以做到它的事情。第一步比较稳定，适当的预备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的收入维持进来就是。欢迎吃喝大吉岩庄园茶，印度阿萨姆有机庄园茶，都是高山红茶。你这茶包还要吗？好，先放。在这。我，你跟他讲我有直播。你问他要不要直播，我有直播。他看我粉丝专页就有直播。他已经不想看我的粉专。欢迎试喝大吉岩红茶哦。
好。直接有做个摆设，哇，还有这么寒酸，这都是秘密。哎，我已经弄很多东西，还贴了，还带我书来，什么都有。你也不要抱怨，好方法不要给你的。这么漂亮。大哥，你的杯子呢？啊，快位，刚丢掉了，没关系。好、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要什么？好的，刚好那个纳西林。谢谢谢谢。这是我一泡，同一支。嗯？你这个茶就是香。我的东西还有混到台湾茶的手法，它就是纯大吉。我觉得台湾茶练出来的，我能怎样？我就只能泡出来这个东西。你在喝洛宇的完全风格的茶，还是超超绝？因为独创你的那个方法。好，欢迎吃喝。是，我要上火红茶，还有大吉岭庄园红茶，可以喝吗？我们有大吉岭庄园红茶跟阿萨姆，可以先给你喝看。你要不要？你有自己杯子吗？还给你别的？再给你一个新杯子啊。好。谢谢。OK。来，欢迎喝茶。我先喝看看。我帮你烫一下吗？喝一杯吗？可以啊。就是大吉岭的春斋，对啊，我帮你烫一下哦。不是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先生，哪一个？上次有在外面有看过他。来，我们的人手都换来换去。来，这个是塔桑庄园的，也就是，这是我们的茶叶。塔桑的 Flowery， 这可能 Flowery 是高海拔的，是塔桑庄园的。那我们今天除了塔桑庄园、桑德玛庄园，还有几个印度的庄园，像是 Nilgiri， 还有 Bethel。对，我个人有直播。这个是用这个泡，就是用这个泡，泡法不太一样。帮你洗一下。
今天我们在哪都会哦。今天你现在喝，你现在喜欢的这一杯茶，今天就是三十年一年会买茶，他喜欢这种茶馆，以及我们这个另外一支也是 flower， 但是是三个茶馆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是兄弟。没有，我们两个是敬酒，我是韩信，他是黄信，对不对？我们两个是同喜学茶叶。这一次的茶商庄园跟三个茶商庄园是两款跟自己非常的高冷的。另外一支这个是加拿大的茶，中国的，以及现在是中国的这个茶包的茶包，我们现在茶包的两个都是 flower， 一个是中国的 flower， 一个是看起来是茶包的 flower。这两个是我的大块，这不在一起的，这个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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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这三个比较接近气道，而且你也比你啊，这个台湾的，你看啊，它的时间都差不多，是它的纬度不一样，发酵出来的很久，有这是塔桑的，这两个是塔桑的，这是十七泡的，那个是大壶泡的。这大壶泡的味道有点。来 ，Neo Gilly 在这边，所以它比较接近赤道，发酵比较足。Fessery 庄园在这边，对，在差不多在这个地方，这两个 Fessery 在这边，那大吉也在这个地方。所以他们做出来的风味不太一样。这边因为它多了这个喜马拉雅山的风，这边没有。老板泡的，是我泡的。老板泡的比较好喝一点。我是他打手啊，我今天他请过来的打手啊。很少看到今晚。很少看到老板今晚。太最近太忙，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店，然后大家分人力，所以我就这样。你们不是才两家？啊，对啊，因为还有那个。花车要去百货公司里面，有时候办活动，对，有时候办活动。啊，这两支这样带的话就是200，啊，建议可以都试试看，然后如果喜欢的话就可以大量。两个不同的庄园，一个
一个桑格玛，一个塔桑。你刚刚喝到的是塔桑，桑格玛是中国品种的 flower， 它会更集中，有葡萄味。对，葡萄味。对，有七色香葡萄味。这一支是花粉味比较重。对，这个是哪一个？哎，没有，这个还没，这个没有在上面。对，你要闻吗？我打，我现场开给你。哪一个？要闻塔桑的。真的花芽。对啊，他那不是有三个嘛？没有，你可以拍一包的，拍一包。等下我现场，哎，其实你平常喝什么茶比较多？他之前黄玉壶做的，不是哦。对，我们的黄玉壶做的。OK。好了好了，那就见了。好，好庆祝啊！好、哦，我给你一张名片吧。对，交朋友总要有一点东西啊。好。我是业余魔术师，只是。我混合茶，然后做占星或者那种东西都会，了解。只是异业合作很多，也是部落客，所以你会看到的直播。是，那个对图，对，就我。南昌小特的我们乐手，所以您有听过我的名讳是不是？对啊，有。你上次不是跟你朋友吗？在哪边？西方。你在跟那个猫人谈到那个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啊，你那时候是给我大陆的名片哦，对对对，他说奇怪了，你有太多个名片了，对啊，对，我们见过嘛，对啊，因为觉得面小啊，好，因为我被很多家请，那刚那个有泡吗？没有，三个马王，你要泡，我现在就帮你泡啊。好，因为刚刚这支不泡完很浪费。它尾端的那一个产地的特色香味出来，还有一个丰富的 rich 的味道。因为我们的朋友都出来展场，春勇的那个哦，我知道春勇，我也认识啊。哦，我之前在写论文的时候访问过他。啊，你论文写那么大？我写论文台湾，我都访谈了，但是。访谈文不是所有都可以塞在论文里面，访谈很多人啊，论文要挑好写的来写。哦，一样丢进去，一样的，一样的丢进去。丢进去。其实你上次有喝过什么茶？还要的，还要喝三个马，你要看吗？三个马。三个马比较少，什么意思？好、哦，先你可以喝看看了，有机的上。没它有点微涩，是那个涩跟你所知道的涩不太一样，它有点像果皮涩，但是。当地那边的风土会造成的一个风味，所以其实我们在台湾有时候，我们想象那个涩是不好的，是 bitter， 收敛性。有秋水公很喜欢讲收敛性啊，哎、啊，我觉得他在讲收敛性就这个，可是我每次喝秋水公老师喝到的收敛就是涩啊。但是我觉得他们很多人讲收敛性好的可能是这个东西，对于茶盖厂的前辈而言，他们讲收敛性。它的尾端那个收敛性会慢慢上来，可是它那个会化开，那感觉上的果皮的感觉就很漂亮。还有化妆，然后这里
那个饼哦。现在还有钻石 Diamond 是什么 Diamond 呆在哪里 Diamond 是哦 Diamond 的盒子被压住了。你好，欢迎试喝有机的阿萨姆哦，印度的庄园茶。Thank you.
所以我今天就先直播到这边，但是我还是给你们看一下今天大型装有什么样的东西。今天呢就是这几个，有很多的印度阿萨姆茶，包含了这几款。好，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庄园的各种的茶，各种的箱子，这个箱子都非常珍贵啊，这是若雨。